们还没好好翻一翻那错过的几年，那些迷惘路口有你陪我流泪的夏天。时光过客，还来不及去迎合，胸口的微热总是恨不得把你守护着。 You are my pretty sunshine， 没你的世界好好坏坏只是无谓空白。答应我，那天走失了人海，一定趁他最鲜艳路牌等着我，一定回来。 You are the pretty sunshine of my life， 等着我，不要再离开。今天我们主要讨论宏远公司这个案子，这个案子主要是由何律师负责。李真，你谈谈吧。好。宏远公司这个案子我们已经追了很久了，从接手这个案子开始我们一直在讨论资产归属问题，下面我们就合作关系和合作方式进行下一步的探讨。真的吗？怎么了？怎么了？你看，谁？你叫谁？好。他们家的食材啊特别新鲜，寿司做的特别正宗。我不吃生海鲜。不吃生的？那早知道咱们就不来吃日料了。没关系啊，我们可以点点熟的东西，想吃什么的。熟的菜种类不太多，我怕你吃不饱啊。大沈氏，你发给我的照片都没修吧？修了啊。这明明都没修啊，连颜色都没调过啊。不是，你收的文件夹是不是叫小小西山香？不对啊，就是叫西山香。我知道了，我的错。我昨天晚上给你修图修到后半夜，可能给你传错了，一会儿回去我再给你发吧。别，你这样吧，一个小时之后马上给我传过来，我有用啊。一个，哎，你还真把我当你私人摄影师啊？那什么，晚上八点之前我给你传过去。行了，我不说了，我跟女朋友吃饭呢。切，女朋友，逗。手机关机。咱们好好吃饭。没关系，工作就行。行了，我也不看了，直接点单吧。服务员，你好，要一份这个，一份烤青花鱼，然后一碗面。看着还不错哈，开动吧。老袁，你说什么？哪家医院？好，我马上过去。
我有点急事，我先走了。怎么了？出什么事了？谢医生，他住院了，会出血。啊？你哥出事了？服务员，我们买单。哎，不用了，我自己去就可以。你跟我客气什么呀？这是你真的不用了，我怕人多不方便。好吧，那你赶紧去吧，路上注意安全啊。这是下一期的主题图片和资料，我已经汇总好了。除了接下来的精英男人，那个精英男人的主题不做了，这都要定稿了，人选还没有。嗯，我觉得做还是要做，但是人选需要换掉。你看新来的那个，连人家律师的面都没见到就被回绝掉。当初他在会议上说的多满。哎呀，现在不是满不满的问题，当务之急我们要选一个新的人选。有没有？哎。那个建筑师是不错。喂，你好。是赵默笙吗？我是向红。找到你可真不容易，我是看了以琛的手机才拿到了你的电话号码。听以琛说你现在在杂志社做摄影师。以琛跟我讲到你很奇怪吗？不是。我想你现在奇怪的应该是我为什么会约你出来吧。其实我一直都想不通，为什么在大学的时候你会成为以琛的女朋友。我想你也应该知道，在大学的时候有很多人都喜欢她。那个时候我们寝室的唯一的娱乐方式就是赌哪个女生最后可以搞定何以琛。有天晚上关了灯之后我们就赌了起来。有人说应该是我们系的系花，还有人说是跟以琛一起参加辩论会的那个才女。我赌的应该是外语系的那个女生。以琛呢一向对我们的这个游戏啊采取三不政策：不理会、不赞成、不参与。他看他的书，睡他的觉，随我们怎么闹。可是就在那天那个晚上，他对我说，我赌赵默笙。那是我第一次听到你的名字。哇！太棒了！一年级拿一次，二年级又拿一次。以琛，你真给我们这届长脸啊！大才子，是大才子。哎，我听说你之前吃了赵亮特供羊肉串，竟然还能凯旋归来，不容易呀、啊！不容易、啊，这个啊、你说话呢，兄弟啊，对不住啊。哎呦，你看，哎，这向恒啊，这吃了羊肉串，这胃真好，还能站着走了。我这真是，哎，一直得了，得了，自暴自少。哎，医生，你这次拿了奖了，追你的那些女生更疯狂了吧？啊？哎呀，我跟你说，我一提到这个我就受不了。你说那些女孩为什么就不能看看我们这种有内涵的男人呢？啊，就是像我们这种长得又安全又可靠的人，你说以琛啊，哎，肯定一天到晚被情敌堵，哎，太不安全了。太不安全了。不是，我怎么就不安全了？肯定比你们安全。不是，以琛。你平常不是从来不参与讨论吗？怎么今天开金口了呢？啊！对呀，你老实交代，是不是春心萌动了？对，哎，那我有个好主意啊，我们下个赌注怎么样？赌注？你们看啊，这么多人追求何以琛，我们看看猜一猜谁最后追到，行吗？来啊，下呀，谁赌谁？快，赌谁？怎么都下呀？那我赌那个长发飘飘那个。
你说那个长发飘飘的，哎呀，那个不行，那性格太强势了，不行，不好，跟以琛不合适，他俩在一起还不得天天吵架打架啊？我跟你说，说到强势，别提徐颖，我听到他头就疼。都不许提啊！那个，要不万文戏那个，我赌20。哎，不坏啊，哪个？就是那个齐耳短发，成天穿件小碎花小裙子。哦，喜欢穿的装裙。对对对，就那个。对对对，就是好，我压他。我压20。我，你到底选谁？我压他30。我觉得你们说的都没戏。嗯，要我说呀，就华东辩论社的那妹子最有戏。从今天以琛回来就不对劲，我觉得有猫腻，我就赌他了。可以啊，哎，这我跟你说一个，我跟你说一个，我这外围就是那个挺好，我是那个笑话，这个身形特，身形特，不是就那个，哎，身形就好的那个，我赌张默笙。你应该可以想象我们大家对你的好奇，之后见到你就更是惊讶，因为以琛一直有一种超乎他本身年纪的沉稳和冷静。我们觉得他的女朋友也应该是那种成熟懂事的，可是见到你完全出乎我们的预料。说实话，最开始我并不看好你们，可是我渐渐地发现，以琛越来越像一个20几岁真正的男生。他时常被你气得跳脚，也会一时高兴被我们全寝室的人差遣把我们所有人的衣服全部洗掉。哦，就在他生日那次。哎呀，别学了，出事儿了。什么事说呀？我刚才我去洗衣服的时候，我看见那，所有人吧，攒了2个多星期的衣服全给洗了。是要跟我说这些吗？庄默笙，你真的是太心狠了。以他的这种工作方式，即使是英年早逝，我们都不会觉得奇怪，何况是小小的胃出血。这是他医院的地址，去不去是你的事情。不过你们之间发生了什么事情我不知道。庄默笙，做人还是不要太自私的好。有事，我先走了。以他的这种工作方式，即使是英年早逝，我们都不会觉得奇怪，何况是小小的胃出血。这是他医院的地址，去不去是你的事情。
最近心情不太好，估计跟那个姓赵的姑娘有关系。他对你来说这么重要吗？每次都让你这么伤害自己，你总是那么固执。李琛，你不是说过你不会在大学找女朋友的吗？那他是自己找上门的，缠人的要命。下雨呢，你小心点儿。想回去了。你来找以琛的吗？他刚刚睡着，你要是有空，能不能陪我去趟他家？我要帮他拿些换洗的衣服。没事吧？没事，医生说只要多休息，注意饮食就好。上次见面后，我本来早就想找你聊一下，却一直忙也抽不出时间。我现在总算是能体会到职业女性的痛苦了。我也没有想到你竟然会成为一个女主播。你不也是那个时候就总是不务正业，拿着相机到处乱拍，没想到你成为一个摄影师了。我现在也是在乱拍。你老板要是听到你这样讲，一定会被气死。果然什么都没有，他大概是这个世界上最不会照顾自己的人了。我上次来的时候，他居然在吃泡面。他一直就是这样，永远有比吃更重要的事情。对待他这样的，只有用"你不吃我也不吃"的招数来对付。
所以我不如你，我只会有事没事拉他去超市，没想到却遇见你。默笙，我以前不懂事，才会对你说出那种话。现在我知道了，有些事情是争不来的。对以琛，我已经死心了。为什么？大概是因为我等不过他吧。他可以在没有希望的情况下，一年又一年的等下去，我却不能。大约三四年前，以琛有了个大案子，我和他们所的几个人去庆祝。他被灌醉了，我送他回来，他吐得一塌糊涂。我帮他收拾的时候，他突然抱住我，不停地问：“你为什么还不回来？我都准备好背弃一切了，你为什么还不肯回来？”如果这些还不够让我死心的话，是我无意中看到的，不止这一本。小时候，阿姨经常逗着我说，要是她能有一个女儿就好了。而我妈妈就在旁边说，要不我们两家的孩子换一换。以琛从小就聪明懂事，我妈妈喜欢他，大概比我还多吧。我到现在还能清楚地记得阿姨的模样。那他父母是怎么死的？我也不太清楚。那时候我才九岁，好像是意外吧。叔叔从四楼失足摔下来，阿姨身体本来就不好，没过多久，伤心过度就去了。我听我妈有一次无意提起，说阿姨死后，发现抽屉里该吃的药都没吃。说起来，也算是自杀。自杀？那个时候，以琛应该才十岁吧。嗯，阿姨大概很爱叔叔吧。其实，以琛跟阿姨很像。好了，这些东西你拿进去吧，我就不进去了。我不是输给你。输给他。
据说有这种唇的人大多薄情。一真，你为什么不？难道你不明白我们已经再回不到从前？7年的时间什么都改变了啊。何律师，早上好。早。您不是应该在医院吗？今天早上出院的。恭喜你痊愈出院。谢谢。待会儿把 ANAS 公司那个案子的调查报告给我。好的。这几天有什么重要留言吗？宏远张总询问进展，何律师你回来的话，周四得停是不是可以亲自出？可以。另外，瑰宝女记者想对你进行一期专访，她自称是你的校友，并亲自来过事务所。如果您要回电的话，我待会儿把号码给你。这家杂志社的电话，以后都不要告诉我。好的。美婷姐，何律师不是在医院吗？不知道，反正何律师一回来，我就要进入可怕的工作狂的节奏。沈呐。这样我怎么可能有时间交到男朋友呢？女律师果然是最难嫁的行业，没有之一。我帮你找呀。Thank you.
你能不能跟我解释一下，这是怎么回事？什么怎么回事？你别跟我装傻好不好？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你应该是后天出院。请问现在你为什么会出现在这儿？我提前出院了。哎呀，何律师说话就是麻烦，答了等于没答一样。我现在终于知道自己在应付别人的时候有多讨厌。你不怕死吗？我们的事务所没有你挡不了。这倒未必，我记得这方面你跟老袁并不擅长。是，不过我们再不济也不会在会议桌前倒下去吧。向恒，我不会拿自己开玩笑的。是，正常情况下你是不会。他去找你了。你找的他，我又帮了倒忙。不，我要谢谢你的。要不是他给了我重重一击，我怎么会彻底的清醒？不是，我跟他已经彻底结束了。不，应该说，我的一厢情愿彻底结束了。老狼请吃鸡，噔噔噔噔。这是孩子怎么了？这人都要飞起来了。是不是谈恋爱了？噔噔噔噔噔噔。爸妈，先走了，晚上不可能吃饭了。哎，站住站住。哎，远峰，你最近怎么那么高兴啊？是不是谈恋爱了？这都被您看出来了。真是知子莫如母啊！真的，孩子，对方是什么人啊？哎呀，爸，这八字还没一撇呢，您能不能先别搞问卷调查啊？哎，这谈恋爱是件好事儿嘛，是吧？不过你可别给我找那些不三不四的女模特回来，咱们陆家可是书香门第啊，是吧？那当初你那个时候要学摄影，我可没阻拦你，是吧？你要是再给我找那些不三不四的女人回来，看我不打断你的腿！哎，爸，不三不四，女模特。哎呀，您放心，到时候我要是真找一女模特回来，您不打断我的腿，我自己都打断自己的腿。那就好。那些女模特啊，表面上看上去光鲜亮丽的，背后还不知道怎么乱来呢。哎，前阵子不是还曝光那什么裸照啊，什么包养的？就是，妈。您说的那女模特是肖晓吧？好像是。虽然我不喜欢她，但是她确实是被冤枉的。哎，别！您可别瞎猜啊！我发誓，我喜欢的不是她，我保证，将来给您带回来的儿媳妇儿一定清清白白、聪明伶俐的，比那个肖晓啊强100倍。行了，不说了，我走了，拜拜。一梅啊，你怎么还不下班呢？哦，你等你男朋友来接你是吧？不是，我明天的稿子交给一下。哦，行，那你先忙着吧，我走了啊。要不要现在给他送过去？
是要汤治好养胃。可是，也许赵默笙会帮他煮汤。不对，赵默笙从来都是千金大小姐，哪里会做这些？我还是送回去吧。主播大人，下班了。我订了一家特别好吃的餐厅，他们家的菊花鱼你肯定特别喜欢。这是什么呀？哦，我做的汤。给我做的是吗？哎，咱们不说好了今天晚上出去吃吗？啊，对。我们约好了。那你还煲汤？你平时这么忙，做汤多麻烦啊。这是什么汤啊？木耳排骨山药汤。你怎么知道我喜欢吃木耳排骨山药汤啊？我妈小时候天天给我做。她早上做的吧，可能都冷掉了。我……哎，你没事儿，还冒着热气呢。那你尝尝。嗯，好喝。没想到你这么会做饭，比我妈做的一点都不差。好喝你就多喝点。保证完成任务。默笙。最近挺开心的吧？啊，怎么了？没什么，我前两天刚好碰到他，嗯，看他好像挺开心。他是不是应该碰到什么好事了？好事儿？嗯，那我都不知道。反正最近他很少回社里。病了？应该没病吧？哦，他好像攒了好多假，想好好休息休息。嗨，我这两天也没怎么回社里。天天在棚里站着来着。哎呀，我妈原来就一直说，我是个有福气的小孩。我原来还觉得我这胃被我妈养刁了，没想到交个女朋友，还这么会做饭。好喝就好，趁热多喝点吧。Thank you.
I could. But here I lay now, sick and so confused. Was it a lie or was it your truth? Not just all the similarities. We go together like the birds and bees. Just imagine what could happen. Everyone I knew would long be dead. What really goes on behind closed doors makes me secretly cry aloud. Within all these horror stories lay many types of regrets. Always in such a frightened state.轻轻放开了手，低头沉默，安静的嘶吼。分开不过是眼泪，暂时停留在我的眼眸。从今后你的难过不再有我，是否忘记我？再一万次你回过头，你会发现还有我。陌生的玩具总是来不及代替我的不安着急。这一场游戏没有人犹豫，伤我绰绰有余。等待最后一眼，最后一遍，最后一天，最后一点，滴滴答答消失的时间。最后这场爱情难逃浩劫，倒数幻灭，这渐渐的告别，沿海岸线终结。最后这场爱情难逃浩劫，倒数幻灭，这渐渐的告别，沿海岸线终结，这渐渐的告别，沿海岸线终结。